子通，妈妈嘛无希望你变个安尼。你放心，妈妈一定会想办法，让你赶紧好起来。你哦，你都是和宋丹青洗脑去呀啦，所以你爱离愈远愈好。你放心，妈妈会找一个真安全的所在，让你别好你好人伤害，好。你也站起来。好困呀，好。医生讲梓潼状况啊愈来愈好，你去甲阿妈到爸讲哦，伊会上欢喜。因阿内表示凯宏拄只跳舞跳了袂歹哦，下昼时间搁跳一届还看。别搁咬亏啦，我嘛是口不离嘴啊。这廖凯宏是要创啥？绝对袂当让伊发现。凯宏，先坐。恁三个敢那不是便宜的医护人员哦？阮是来替病人转移的，病人状况真严重，袂当等咯。行。安怎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无啦。拄只小相片的时阵，我手有去回只手，我感觉怪怪。倒位怪怪？就是安尼拄好啦，我有送梓潼一条平安绳，因为伊较会当接受我，所以我替伊挂起来。迄条手我的触感，正亲像我送的迄条平安绳。你是认为这底下是梓潼？我嘛唔敢确定。不过应该不是啊，梓潼应该是在病房吧？今天看麦啊，行行。梓潼真正无伫。刚刚拄只咱看到的人真正是梓潼，怎会安尼走啊？根本有可能是杜光亮。应该是阮妈啦，伊到底想要创啥啦？快起来去找人啊！我在便衣大厦讲，最后一班是便衣救护车。